安妞，我是 Mira， 今天就要分享大家期待了已久的追星篇。那我听完你们的留言之后，就揀了十句句子出来，希望这十句句子都可以帮到你们和你们的偶像去讲话。首先要介绍自己，是不是你要跟你偶像说你是谁？那如果我要介绍自己，我就会说저는 Mira 입니다，저는 Mira 입니다，저는就是我，咁中间就要放你哋嘅名啦，然之后 입니다 就系系咁解，저는 미라 입니다 嘅意思就系我系 Mira， 但系佢嘅次序咧就系我 Mira 系，然后你就可以同你偶像讲你系由边度嚟嘅，譬如你想同你偶像讲你系嚟自香港嘅 fans， 你就可以话홍콩에서온팬입니다，홍콩에서온팬입니다。홍콩에서就是香港，如果你来自第二个地方，譬如是台湾的话，你就可以说태만에서온就是来自，팬就是 fans， 所以홍콩에서온팬입니다就是我是来自香港的 fans， 如果是我是来自台湾的 fans 就是태만에서온팬입니다。那韩国呢有个字叫做狂팬，狂就是狂啊，疯狂的意思，狂팬就是疯狂的 fans。咁如果你系见到你偶像本人咧，你一定会表达你对佢嘅爱意，系咪？咁如果你想讲我真系好中意你啊，你就可以讲정말많이좋아해요，정말많이좋아해요，정말就系真的，많이就系 many 好多，非常咁解，좋아해요就系喜欢中意。所以정말많이좋아해요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喜欢。咁因为韩文讲嘢嘅时候咧，都唔太会讲主语同埋宾语嘅，所以咧就会省略咗我同埋你啦。见到偶像本人就梗系要同佢影相噶啦。咁如果你想问佢，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齐影相啊？韩文就系사진같이찍어도돼요，사진같이찍어도돼요，사진就系相片，같이就系一齐，찍어就系影相。腿哟就是得不得啊，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影相啊，沙戰卡切之角度腿哟。然后你发现你偶像实在是太瘦了，你想跟他说你不要再减肥了，不要再减肥，韩文就是다이어트하지마요，다이어트하지마요，다이어트就是英文 diet 就是减肥啦，하지마요就是不要做咁解，減肥是一個動作，所以它韓文其實都要加上一個動詞的，就是다이어트하다，動詞之後加지마就是不要做，所以呢你不要減肥的韓文就是다이어트하지마요，不要減肥啦，然後你還要吃飽一點，不要餓親自己，밥잘챙겨먹고굶지마요，밥잘챙겨먹고굶지마요，밥就是飯的意思，在這裡可以解夜食的，잘챙겨就是准备好，잘챙겨먹고的意思就是你准备好啲嘢食去食，굶지마요，굶굶다咁系动词嚟嘅，咁后面加芝麻就系变咗唔好做嗰样嘢，所以굶지마요就系你唔好挨饿啦。然后你仲想同偶像讲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唔好病啊，건강관리잘하고아프지마요，건강관리잘하고아프지마요，건강就系健康，관리就系管理。控肝攜裂就是健康管理，即是照顾身体，柴哈顾柴就是好好，哈顾就是做，即是做好啲，阿普之马哟，阿普之马哟就是不要病啊的意思，譬如是肚痛就是撇阿普达撇阿帕哟，或者是头痛就是摩利阿普达摩利阿帕哟，所以阿普之马哟就是不要病啊的意思啦。因为作为一个粉丝，如果你的偶像病了你会担心的嘛，那如果你想跟你的偶像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几担心你啊，你就可以说우리얼마나걱정하는지알아요，우리얼마나걱정하는지알아요，우리就是我哋，얼마나就是几啊，有几多，걱정하는지就是걱정하다就是担心啊，担忧咁解，알아요就是你知唔知啊，咁佢直接翻出嚟嘅意思咧就是我哋有几咁担心，你知唔知啊，우리얼마나걱정하는지알아요，跟住关心完你嘅偶像之后，你想同佢情深告白嘅话，你可能会想同佢讲多谢你令我搵到梦想，꿈찾게해줘서감사합니다，꿈찾게해줘서감사합니다，꿈就是梦想，찾게찾다就是找到啊，寻找咁解，해줘서就是帮我做到，令我咁意思，譬如是煮饭啦，煮饭嘅韩文就是밥하다，
如果是帮我煮饭呢就是 pop hair 咗咗咁 hair 咗梳嗰个梳呢就是因为咁解。冚衫呢啦冚衫嘢哟都是解多谢嘅意思。所以顾唔七嘅 hair 咗梳冚衫呢啦直接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因为你令我搵到梦想多谢你。最后你梗要同你嘅偶像讲你会永远支持佢㗎啦。咁你就可以讲영원히응원할게요사랑해요영원히응원할게요사랑해요영원히就是永远地응원就是应援支持할게요就是我会去这样去做是有一个肯定意思的사랑해요就是爱啦저는미라입니다홍콩에서온팬입니다정말많이좋아해요사진같이찍어도돼요다이어트하지마요밥잘챙겨먹고굶지마요건강관리잘하고아프지마요우리얼마나걱정하는지알아요꿈찾게해줘서감사합니다영원히응원할게요사랑해요咁我觉得其实偶像同粉丝之间嘅距离其实系好远嘅，但系偶像其实都会好想同粉丝拉近嘅距离，想同佢哋变得亲近啲。不过咧，我觉得对偶像咧都系需要尊重嘅，所以都要讲翻尊敬语，但系又唔使用到最尊敬嗰个程度，就系、是、普通嘅敬语就 OK 啦。好啦，咁今日追星嘅时候可以用到嘅韩文句子咧，就到此为止啦。如果中意呢个 video 嘅话，帮我揿个 like， 然之后揿呢度 subscribe channel 嘅话咧，就可以睇到我更加多其他嘅 video 噶啦。咁我哋听日10点再见，拜拜。大家知唔知 CJ 啊？應該好多人都知道啦。CJ 就係韓國一間好大型嘅公司啦。我都最近咪簽咗韓國嘅經紀公司嘅，咁就係 CJ Entertainment 啦。咁而家我要去呢個 DaiTV 咧，都係 CJ 旗下嘅一個 studio， 係專係 for YouTuber 用。其實之前佢哋都有聯絡過，想我做佢哋 YouTuber。